各位莅临台东大学热音社大型成果发表会，节目即将开始，请准备好你们的相机或是手机，打开 Instagram， 留存下这值得记录的每一刻。少年的
白，他明白我给不起，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他明白。山海，谢谢。哇，唱开场压力有点大。好，那个就是今天是我们热音社一年一度的惩罚。那现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，如果你有那个亲朋好友啊、大姨妈啊、什么叔公啊还没有来的，现在赶快拿起手机，然后赶快 call 他们过来。对，因为你看现在也没有什么太阳了，然后刚好又有风。然后呢，在我们舞台的右边有一些小惩罚的小物。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浪的孩子，那里面有一些贴纸啊，然后有一些东西可以，对，还有纪念题。那边都会有相关的人员帮忙你。那刚才那一首是山海，很符合台东的有山有海的人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下一首是 Rosal and Drive， 是一首比较轻快一点的歌。谢谢，我们谢谢那个诗歌姐的好伙伴。Words belong.
首《Rose and Dry》，好，那那个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那个 KB 手有一个很神奇的乐器？那个东西是叫做，所以它是叫做口风琴。然后呢，是算是这首歌蛮大的特色。好，那刚才两首歌呢是属于比较轻松的、比较嗨的，接下来我们缓和一下情绪。
就是为什么我的脚碰不到地板。的小插曲，断弦这种事情是表演的时候就是常有会发生的事情。对，已经断三次了，这个礼拜已经断三次了。最后一支火，我就要来离开。幸福是啥滋味？我不是无爱你，看袂着家己，轰动的过去，飘撇算啥物？朦朦渺渺啊，未来伫倒位？爱我你的心。青春的代志，看袂着天光，咱拢是乌暗暝。喜欢你的香味，莫问我为什么，爱我你的心。咱就要来离开，佚佗无聊时，幸福是啥滋味？我不是无爱你。爱问我为什么，爱我你的心。
谢谢荔枝，有点沉重的一首歌。玉成不要哭，不要哭啦。好，那刚才。